阅读解说的方式是用 QR code 的方式呈现，那大家手机如果拿出来看屏幕解说的时候，记得要把它转静音。那手机的屏幕就亮度把它调小一点。那当然，如果说你想要很专心的欣赏音乐，就是回去以后再慢慢去阅读这些资料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那今天非常高兴的来到北港，那很多奖金也很捧场。那这是我们校友管乐坊第35届的音乐会里面很少数到外县市巡回的，那谢谢各位的捧场。那我们节目即将开始，那大家看到曲目顺序里面有一个跟海报不一样的地方，是我们下半场的多利路啊，因为节目长度的关系，我们就删除，所以是没有演奏多利路这样子。那曲顺就以现在你各位拿到